为啥子的呢？大家来来那么多的，我们都做上班的人，我们都做下班的人，一年干那么不能得做大事，干得做大的。那些个像个这些不是么子绿植个，我们都将个做垃圾车啊，就把灰尘堆做么个家出门得用，一做努力干个真呐，么个几下个。我就没在带货过，一些小货多做，一就叫给他都懒啥个，时间慢慢把变出个，对着比么在多，大概那个懒的哟。一就叫比么在遇多智慧垃圾桶哎呀，把些都做弄啊，直接等弄哎，就掉完回站对去哇，怎么了不了问？这个的确那么不了，你么在多啊？大概在不在有？一那个不比诺几个人，么该在那问哎，就对着掉怎么？这个，我爱做点点个来做点，出门我别的点点个，我列我啥种给列我点习惯，如果我点吃了个点，心里不开心，也就别说七八七个点那点，阿爸别做点那点那么破了的多，那贵呀列我做点出门里么子一多点，我妈讲了列我做吃了很爷爷。今日上班班，爱坐几间啊？马来因马里下班人啊，见一转路，因见那是走对转马拉垃圾车，慢慢下都注意嘛，在一带胡过，一带都乱转马拉古巴，所以在走啊马拉巴布里站转怎么了呀？弄什么逻辑见转悠悠卡，啥见那不能列对转垃圾呀，转回收啊呀？马哈家家是屋里转马拉家怎么了？伊嘛在走嘛？这样子的话，民众就不用说为了赶垃圾车，譬如说上班时间可能就会。急着回来，或者说垃圾没有办法倒完，结果等了好几天。都做一种爱做，那么本来家家把屋里站多，怎么了妈妈子？就是阿三龙卡拉巴子老话来做，把屋里站多，怎么了暖呀？一做一做就是八十六了。侬不能立即见到嘛啦？怎么侬一年八加六到0.2公斤，或者186对做啊？如啥发蛋？三侬0.2公斤，八至0.5公斤暖呀？十八加发蛋那就是86。三侬什么啦？对做啊？0.5公斤，侬0.5公斤暖呀？或者186对做啊？十八加发蛋。在那阵嘛，阿金热路嘛呀，努就是回收，一做做白算是为件内件，努把只轮到大菠萝干嘛啦，保特瓶暖呀，一做做大把蛋那是为，在那做嘛阿金热路嘛阿来做啊，把朱古暖呀，努阿罗啊，一做做啊大把蛋老大是为件内件。OK 啦，对啊，扣的不多嘛，对啊，这样子很方便，他们时间比较有弹性了，这样也不会垃圾摆在家里。铁铝罐保特瓶，我们保特瓶10个。累计10个就可以，获得回馈金1块钱，而且是可以累计。像那个我来做啊，那份卡扎古巴对做几盖，来做几盖，一做本地不地，一做什么说说，像那这些不里子来做嘛啊，什么人暖呀？一年啊，母爱，然后都做暖呀，那么给了啥些盖呀？你啊，嘛就上上山，比你们这一带户口与中正区都做，那走路话不能话，叫他们那不叫卡扎哎呀呀，啥叫人能话干？我来进来一大把，不能里子对做嘛啊，什么来呀？第一就不让不叫结论。